Ian 从女生变成男生，妹从男生变成女生。其实妹跟Ian呢，在过去的几年真的成长很多。那从妹的身上，我可以看见她一直都是一个比较没有心机，然后很值得去一个帮助人的。但她最近越来越懂得怎么用爱心说诚实话，所以呢，也真的帮助到更多的弟兄姐妹去思考有关这个圣经跟神的一些事。妹最初在教会认识她的时候，她是一个标准的急性子，不但心肠口快，更是口无遮拦，常常的就是很直接的就表达她自己啊。那其实认识了Ian以后，我看到他们两个在相处的模式当中，她很多的机会让她能够磨平她的个性。他开始学会了忍耐，他开始学会了等待，他开始学会了包容。那他跟Ian这样的相处的过程当中，我可以看到他的性格，他的品格慢慢一天一天的在转变。你以前怎么可能看到妹会撒娇？短头发 ，True，I guess， 穿裙子还做得像男生一样 ，Yeah，and I'm like Ian 穿裤。Ian went through a phase. It was like, you know, fully suit man, you know, like wrap in like FUBU jeans and like a big puffy jacket and like short hair and stuff. To like all of a sudden went like, oh, I hate my eyebrows and I'm going to like dye my hair and wear like really tight pants and stuff. To like.Normal, like, you know. May 在几年前，她曾经跟我讲说，她结婚的时候啊，可能会不化妆、不梳头，然后Ian呢可能会穿那个拖鞋。因为Ian他很有个性，他想要一个另类的婚礼，所以他说他可能没有办法穿白纱当新娘了。但是呢，最近妹告诉我说，他回台湾啊去照婚纱的时候，他发现Ian成熟了好多，他完全配合婚纱摄影师的要求，要他露牙齿笑他就笑，然后连妹被摄影师搞得不太高兴的时候，Ian还会安慰他，还会赞美他说，哇，看在你今天这么漂亮的份上，我们就不要跟他计较了吧。所以妹呢，她现在还是可以有她梦中的婚礼哦，穿着白纱，打扮得很漂亮，去礼堂哦。所以我觉得这些年来，他们真的改变很多。妹Ian，婚姻是神所设立的，透过婚姻我们可以学到许多人生的功课，我们更能够体会神是如何的爱我们。希望你们携手同心，靠着神的恩典与带领，一同建立美好的家庭。妈妈祝福你们。妹还有Ian，婚姻的艺术呢，就是你分他吃一块你的 avocado， 他就会分你吃一块他的肉，这样子呢感情就会非常的甜蜜，婚姻的道路走起来也会平顺的多。 Meg and Ian， 其实就像 Ian 当年所说的，我们走路的时候 Meg 你看我， Ian 看前面，一样的道理，我们走婚姻这条路，只要你们两个都定睛看主耶稣，主耶稣将会帮你们看前面的树，前面的石头，前面的洞，只要定睛看主耶稣。加油，新婚快乐，新婚快乐。一二三四，一爱神，二爱弟兄姐妹，三爱他没，第四爱他眼，愿神祝福你们。A tip for Ian. Be faithful. Be a loving husband. 多做一点家事 And just
treat her like your queen. And a tip for May, have a lot of patience. I don't know, just... Treat him like a king? Nah, don't treat him like a king. He's already a king. 因为婚姻其实真的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，我希望跟伊恩跟妹说，他们真的是要以神为他们婚姻的中心，那也希望他们在将来能够尽量多为对方着想，从对方的角度去想事情，但是呢，从自己开始做起，而不是去帮对方想他们应该怎么做。那也希望神呢，真的是不断的帮助他们每个个人跟神的成长，然后彼此呢，他们可以一加一是大于二，然后神的祝福可以满满临到他们家，让他们像雅基拉和百基拉一样，以后可以成为众人的祝福。圣经里有一句话说，不要忘了起初的爱心，就是指基督徒对神对其他人的爱心。但是我是希望伊恩跟妹他们不要忘了起初彼此相爱的心，永远都像现在一样那么相爱，这么甜蜜。希望他们不论到几岁都能够包容彼此的缺点，欣赏珍惜彼此的优点。希望他们到80岁90岁的时候，伊恩还可以像这样，哇，妹你好可爱哦，这么可爱的你愿意跟我在一起，我真的好高兴哦，真是神的祝福。伊恩你好有深度，你好幽默，你好 sweet 哦，我好爱你哦。我希望他们一辈子都像这样子，祝福你们永浴爱河，永结同心，拜拜，祝福你们哦，拜拜。妹还有伊恩，婚姻的艺术呢，就是你分他吃一块你的 avocado， 他就会分你吃，分他吃一块。乱掉了。我们要让时间回到5年前。回到5年前做什么？就是不可能啊，他们在一起。不是啊，你不是要装告诉我，你要回到5年前告诉我妹。欸、你这样讲不行啦！我告诉你吼，这个吼，你这样讲没有道理啦！你这样讲就是这样，对不对？好，真的要重录一次，真的要重录一次，好吗？哎呀，哎呀呀，喂喂喂喂喂喂！不要叫，叫我怎么讲啊？你在那猛侠呢？哎呦！Oh, come on. Stop joking around, man. He's heartbroken. Look at him. He's heartbroken. 应该不会太久了。在一起的话。欸，你们这样不行啦。来一点 dramatic effect 好不好？这样我都听不下去。我告诉你啦，你这样做就是不对。你知道吗？这个人跟那个人，你这样子对我就是这样，就是不对。我告诉你哦，你这样子哦，然后再这样那样子，然后再这样那样子。好啦，好啦，你对的啦，你是对的，你是对的。伊恩变成这样，不错，改变，改变。你干嘛 ？Jericho 的。Oh no！ 好，我。不行，受不了。快给你滚！